你起飞喽！转运侦察。我查一查。哎呦，麻烦了。我来贴地面。看得到吗？我现在看不太到。好，我先低的转一圈。这是低的，在我头上应该可以发现。好，这是低的，转一圈。然后这是高的，转一圈。我还没有比，还没有比大风车高吗？调水平有，不过还是有机会被打到。这航线绕一圈。我转那边好了。我现在只能用目视啊，靠背。我那个手机萤幕反光，我根本看不到我的萤幕。先出去。对啊，我看不太，到。这就海岸线嘛。今天的景应该还是被中火啊污染的。所以还是蒙蒙的。我再拉高一点。他为什么拍我的那个我旁边的大风车那么近啊？奇怪，是我镜头太大了吗？
这样转一圈呢、啊。所以这里真的很漂亮。然后甜甜说要倒退路嘛，我现在是倒退。我飞机是倒退的哦，然后我故意往下，我拉回来了。下降，然后再给你们看一次倒退，然后左偏，啊不是，这个左偏，下降，倒退，左，下。哦，这又是倒退哦，他已经在我前面了。好，今天这片最后一次倒退，我到下降好了，啊，直接把硬拉下来。好，这就是一个完整的飞行。